好冷呀，我的天！哇，今天-40°，我姨说的。白天没有吧？就是最冷的时候。最冷40°。嗯，又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了。这个点儿啊，这个时间段啊，不能在这个仓库里边待太久，要不然冻得人发慌。你看我，大羽绒服套小羽绒服。我感觉手机都冻不清了，好像，是不是这原因呢？是上霜了。今天晚上要不你猜咱家吃啥饭了？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回去看看呗。我这手冻得发麻。就别拍了，你手肘都红了。走吧。哎，马上到屋了。快走两步，你走。好，两步。耳朵掉了。啊，好。好嘞。今天我们吃饺子。啊，这回清一会儿。今天吃刺骨加叶肉的饺子，没有你的饺子，没有你的呀。啊，我吃饼吧，你吃饺子，我吃饼。必须时时刻刻要表现一下自己，然后我擀着饺子皮儿。你擀着饺子皮儿七扭八歪的？啥七扭八歪的？饺子皮儿它是有诀窍的，一定要中间厚，两边薄，这样包出来饺子好吃，你知道吗？行。我就故意把边儿擀的可薄，中间留厚厚的。好嘞。这馍包这个饺子呀，不舍得啊，不舍得。平时节日的时候我们才吃小鸡炖蘑菇的，平时的话我们不吃，不舍得吃。一会儿炒点土豆吧。行啊，锅里是啥呀？锅里水煮饺子，给你手机一下，你拍吧。行，这一锅就好使了。四，你要拌凉菜呀，叔？啊，我不拌，我接住了，接住了那个，让他拌。我愿意拌吧，我拌不了，我拌的不好吃，我只是给他改个刀。我是属于切墩儿那伙儿，干啥？宝宝坐这等着吃嘞。啊！你看这在那都不动，你看这饺子端进去，它头儿就扭到那儿了。你看，我姨已经开始炒菜了，这么多土豆丝儿，你这能吃完吗？放冰箱里干啥呀？你先放那儿，没有熟现在。我们这个厨房有点小，你看俩人在这一站就没有地儿了，第三人就很难有下脚地儿。今天晚上就简简单单的吃一顿，看一下我们家这个菜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就那么回事儿呗。就那么回事儿。哎，我再问一下，今天晚上这两盆菜我们能吃完吗？能吃完呢，都没下菜吃饭。吃饭多，吃菜少。爸，你多吃点。行。韭菜酱，啥馅儿的？那个刺骨加花椰菜，刺骨加肉馅儿的。你来不来？还有酒呀？新买的吗？这不是，都没咋喝呢，就喝一瓶。也能一个手也能。哎，你咋这么厉害？开开了。我替你尝凉不凉？你看这上边。在屋里放着了。在外面放就给你冻炸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这外边跟刚从冰箱里拿出来似的。应该放外面冰一瓶啊。你放外边冰，直接就冻了，冻成冰冰了。来，我尝一口。好凉呀！嘎嘎凉吗？凉，屋里都嘎嘎凉。凉，你看上边都有那个哈气了吗？哇！吃饭吧。哎呀，这凉气。那不是烟吗？不是烟，凉气。它那门边那个透风往我钻的凉气。是。太冷了。现在没有这么冷吧？没不这冷啊。那人家说。没这么冷。人家说今年还是个暖冬呢。啥暖冬？冷冬嘛。冷冬。这是冷冬。这是冷冬。这哪有这么冷？这我俩吃饭的时候穿短袖，在床上看看。这菜已经下了一半了啊，还没有，还刚刚吃了一半。我还没吃完呢。